日前网上爆料肖战陈情令将在韩国电视台播出，而9月22日韩国电视台正式发布了对肖战魏无羡的个人介绍，标志着陈情令正式进入韩国宣传期，目测要有一大波情敌要来了。而9月21日肖战和王一博一同出席陈情令泰国见面会，两人均以白色衬衫登场，现场一片欢呼声。值得一提的是，肖战和王一博以及陈情令的泰国见面会这几天先后登上泰国社交平台的热搜榜，肖战一度还登上热搜第一的位置。这个夏天应该没有人不认识肖战了吧。在陈情令中，他把魏无羡这个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顿时成了万千少女心目中的哥哥。肖战除了演技之外，他的颜值也是被人称赞的，更是有统一饭圈审美的男人的称号，很多路人拍的生图颜值都很能打，真的很帅气了。